那我们有请卢台长光临。大家好。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拥有菩萨的智慧，在人间所向披靡，这样我们才会活得更好。一个能够为众生付出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圣人。一个人能够为众生，能够救度众生的人，他就是一个菩萨。希望你们救度众生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